你还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如果我真的做错了，我可以道歉。误会？我亲眼所见，能有什么误会？殿下，我说最后一遍，我跟齐昌只是朋友。你对朋友的定义还真够广泛的。看来在家中，从来没学习过要守妇道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本来我想给你留下颜面，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：不知廉耻，不守妇道，水性杨花。